大家好，我大师。好，我们继续游戏吧。我们先把支线解一解。吃。好，轻轻松松。百纳一，哎，剑侠前辈，就让你的剑法高深，不知可否指点一下？三招，只要你能挡住我三招，我不仅指点剑法，还送你一件好东西。好，试试。小兄弟，我的绝招名唤浪子回头，一旦用出，我的下次攻击就变得更加厉害，而且对于没有受重伤的人，此招只会变得更加凶狠。看招！就是大侠的绝招。好，轻松，轻轻松松。啊，还教我剑法了，这么好。红衣小女孩，好，继续白马士，哇，支线太多了吧。我最喜欢的。我们先去那个青红商。答案也这么简单。流血可以叠加三次。这就是大侠的绝招。不见一法即如来，是则名闻。那不就是你们偷我东西的吗？
那紫霞大王怎么说不行就不行，好吧，只能舍命陪姑娘了。金城，哦，他还是没教我剑法啊。好了，就这样，可以去做主线的。啊，这边还有一个黄络。怎么还是水不乖，到处骗人？至尊至宝，装甲通杀！狮王走马，请君入瓮。这就是大侠的绝招。哎，轻轻松松。饶良情。还好我放过他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装备东西。请可以给谁？仗剑天涯，正邪随心。内力加231，那给别人装好了。你发过誓，我们去。你发过誓，说这一生永远听我的话。好，主线。管住去，身手这么臭还敢来赌钱。哎呀呀，好啊，果然是你们，快把我的寿礼还回来。饶命啊少侠，寿礼被我输掉了。啊，莹莹姑娘，这可怎么办？多说无益，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。你给我过来。哎呦喂，今儿是什么日子呀？圣女大人大驾光临，小的真是有失远迎啊。圣女是指莹莹姑娘？哎呦，圣女大人，您这口风也忒紧了吧，连自己的相好也瞒着。不，我不是。管好你的嘴，毒，不该说的话少说，把夜叉给我叫出来。这可就为难小的了，夜叉护法并不在此处。那算了，把这家伙的东西给我。哎呀，大小姐您轻点儿。行有行规，这寿礼是赌资，愿赌服输，规矩可坏不得，叔属下不能从命。那你想怎么样？这是赌场，自然要赌权。好，我陪你赌。别介，谁不知道天龙圣女武艺高强，我赌我肯定打不过你，必输的赌局不赌不赌。你究竟想怎么样？那我陪你赌如何？好，就赌你的命。我赌你十招必败。败你个头。
承让，寿礼我就带走了。今日之事真是多亏了盈盈姑娘。那是公子自己的本事，我们后会有期吧。哎，盈盈姑娘别急着走啊，我请你喝杯酒。可我是天龙教圣女啊。所以呢？你是正道上侠，我是邪教妖女。说完了，那容我说两句。我今天走在城郊，差点被一个恶少打成猪头。活该，谁让你多管闲事。不过我运气很好，被一个叫盈盈姑娘的漂亮女侠救了下来。是吗？我保证她已经后悔救你了。说来也奇怪，这个漂亮的女孩子明明是个古道热肠助人为乐的人，却总喜欢板着脸装坏人。不过谁让她是我朋友呢，这些怪毛病还是挺可爱的，谁敢说她是邪道妖女，我第一个打烂她的嘴。你呀真是与众不同呢。你笑了，这么好看的脸天天板成冰块多浪费啊。哼，看不出你是这样油腔滑调的家伙。油吗？大概是中午吃多了肥肉的缘故吧。走吧，请你吃好吃的。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，秋云春华就是我方云华，受江鱼公子所托，特来主持公道。哼，我当是谁，区区武当派大弟子也来学人出头。哼，当真不知天高地厚。你是何人，胆敢蔑视我武当派。武当派玄门正宗自然不容小觑，不过你吗？哼，妖女，你敢再说一遍。这位武当的师兄，这其中怕是有误会，能否让我慢慢解释啊。哼，一个跳梁小丑跟他有什么话好说。就让我来领教领教两位的高招。与我方云华为敌是你们最大的不幸。碰到令人作呕的小丑，本姑娘确实挺不幸。看招。安静点儿。狮王走马，请君入瓮。这就是大侠的绝招。师叔，就是他们，都给我住手。是刚刚那位剑客，就是这两个人欺负小鱼，你也看见了他们下手有多毒辣，连劝架的方云华都打成重伤。令狐师叔绝不能放过他们。住口。英，这位姑娘再怎么说也是你的长辈，定是你顽劣才惩戒你。什么情况？今日之事到此为止，江鱼，带着你的朋友走吧。哼。盈盈，想不到在这里遇见你。你最近可好？没缺胳膊没短腿，你这位大侠不与我作对，我能有什么不好的？你知道我无论如何也不会伤害你的，又何必这样说。我不听人说，只看人为，而你已经三番四次与我作对。只要你不再救你义父，我便不会阻挠你。要知道天王出世只会带来无穷灾祸。够了，又是江天雄说的吧，祸乱江湖的从来都不是我义父，而是你的好大哥。你又何必迁怒江大哥。话不投机半句多，你不必再多说了。盈盈，我不想伤你的心，可是为了天下苍生，武林和平，我绝不能放着你救出天王。
朋友，义父。原来她是天龙圣女，今日这事还没完，你们给我等着。说完了吗？莹莹，你听我说。不听，放手。前辈，你冷静点。这里没你的事，给我让开。莹莹，住手！你不是我的对手。哼，打过才知道。哇，一股冲竟然变江天雄的，刚刚说大哥嘛，所以是义弟哦。江明荒芜有名的剑侠，嗜好喝酒，豪爽不羁，疑似绝世剑法，此功不守，威震武林。交友广阔，常年游走于黑白两道之间，视河洛大侠江天雄为义兄。虽然他与魔教圣女有极深的渊源，哦，你看任盈盈的义父变天王，哇，那那个尾衔直接被拔掉。好。不过他也没有讲说他是令狐冲啦，只是他的角色设定很明显是令狐冲。看招！安静点儿。莹莹，我不想和你打，你好自为之。不需要你假惺惺的做好人，道不通，不相为谋。你好好保重。莹莹姑娘，她是谁？剑法如此精妙。她是江湖中有名的高手，赤酒剑侠。五年前的昆仑山大战，她仅靠一手独孤九剑，令我天龙教八护法齐齐败退。有这么厉害吗？那刚刚交手我们不是赢了吗？那是他手下留情，否则我们早就被他杀了。看来这莹莹姑娘和这位剑侠有些说不清的瓜葛，看她心情不好，不如开导一二。这吃酒剑侠虽然武功高强，却是个糊涂虫，姑娘不必为他生气。这里是酒楼，咱们一醉解千愁，那些陈年破事啊，谁爱烦谁烦。也好，我正想喝上几杯。师兄弟大意，受礼被偷，幸得魔教圣女援手相助，却不料遇上旧爱剑侠阻挠，正道剑侠魔教圣女齐聚洛阳，恐怕将有大事发生。所以第三章结束了，看一下哦。第三章，结束了。好了，这集先到这边好了。拿个东西。主线它其实是不会消耗我的体力值。好，我刷一下。还蛮有趣的啊，这样改编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。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很无聊啊？是因为是爬分还是剧情太烂吗？剧情我觉得尚可接受啦。好啦，这集到这边啦。希望频道和频道左下方的图片按下订阅。接下来想要进来聊个你这样几个打开，叫我更新影片，你就要送通知哦。谢谢大家支持观看，拜拜。